看的是咱台湾人的电视台，现在要为你播出细说台湾，甘为人生建立江园。小代价，甘愿无顾一切，今生今世，啊，爱你无怨悔。啊，想死来作弄，偏偏旧情做难忘。日思夜梦，等呀等你的光来创治，真心爱你免怀疑，牺牲鸳鸯，相爱相我相随。对你阿老个身躯边个冤魂，好多受诅，七月家二夫人，当年是咱三年死，真正一种后生养兔追人，但是如今是无看人影，连你金大红嘛被封印。阿罗啊，带领钢棍是高二，一心想要甲斗三工。另外一边边，清白要头戴金斗红，昨天我当作猪哥个掠来红林江啊。既然来到红林江啊，只要阮阿爸请完水降价，安尼就咱证明伊个清白。我哪知影是真个假的？我定定是恁个变鬼变怪啊！好啦，我陪我去去啦。这我嘛唔同意啦。喂。你当你也唔跋步，你也唔无你惊叫来创啥？我对，就卖有毒啊啦！大家拢来到这，清白还阁是其实我看中起当好啊，但是惊伊家己伫遐搬戏，我有一个办法会当治。什么办法？若真正起当，就先讲后退，其实就会当抄五宝，到时阵你就提几啊大力讲，唔着知影伊是真是假。头家娘，确实是安尼啦。好了，就让你去当啦。哎呀啦，那虽然真正乱，讲是我在变梦，安那我是变哪脱身？啊，说出去啊，假使才讲是误会就好啦。小白，万岁呀！我地主知影唔对啊。但我可是欠冤枉的，拜托者，求者地主者。你是不是真是讲，还是我得势？我相信你的谅解。爸，千万唔打我。大明山，过来人啦。是，免，我招。万岁，新入弟子啊！哦。万岁。哎呀，真袂爱嘞！我爱冻个条个死嘞！
来尴尬呢，你遐那个拍吼，拢袂疼呢。拍三下到够，要加拍几？啊，免啦，我相信啦，我相信啦。既然你相信，拄只元顺嘛讲，阮阿爸是清白的。那呢，这件代志？误会，完全是误会。咱都莫讲麻烦元顺啦。老师，别客气。到比赛，咱来去。是，呀。即马拢无外人啊，你是不是爱交代清楚？你是安怎向误会？偷看查某人换衫？我去找金大翁啊！阿爸，原来你是为了要搬赢囝，才去找金大翁啊？哎呀，好啊啦！你一个查某囝仔人吼，念念念，才十念着呢。会安尼，拢嘛你干？真衰啊你！我跟你讲，迄组人吼出去吼，伤过粗残嘞。迄若不是你爸我吼，不三时哦，拢有咧运动吼，只啥吼，唔来到地，怎样讲来转来，你也偷笑啊啦。那都较假苦嘞，讲来讲去，拢嘛是你想爱博，我怕应该啊。前辈啊，就是这啊。前辈啊。伊做善良的，只是要找因囝。你该当卖甲收好。我哪要甲收好啦？我是要甲恁两个拆开啦。恁若运气甲歹哦，去拄着这歹物啊，两个叫夹做伙啊。我甲你讲，你哦离开袂伊啊，伊嘛无早离开你，假使你害人无人去淘汰，安尼你变啦。好啦，我看过你啊。出来啦！前辈啊，你去创啥？这足简单嘞，就亲像安尼，家属会最个用个啊。爱会啊！我看会好呢，你来。真有歹命啊！你免惊啦，伊袂害人。平常时你唔是咧饲猫个，才看到毛孙仔行到尾后边，啊，惊头前啊！阿罗啊，我嘛差不多爱甲你休息啊，我真紧着甲我后生团圆啊。唔知是安怎，我感觉我甲你笑有缘呢，我想要为你做最后一件代志，是吧啦？我想要代替阿罗啊，向你提亲。免，你莫拿标工程，要早就趁早，我无同意。清白啊，我对石宝拉是真心真意的。清白啊，啊人伊少年都互相有意爱，而且我看伊嘛真素配啊。哎，就是啦。虽然讲我吼，要爱好个嫌散食个，但是这阿罗个。那是跟我这宝贝查某囝结婚了后，伊是用什么饲阮查某囝？敢讲你爱我这个查某囝，阿婆啊找过，怎送给伊啊？袂给。这。啊，我有一个建议啦。啊，迄个头家娘，敢那是你开条件的呢？土豆，啊，恁哪知啊？啊，我听人讲的啦。咱只要吼有伊，跟咱斗相共。阿恁在赢大钱，咱聘金就有啊。人讲贪字变字卡，倒字贪字心肝。阿罗啊，想要用跋筊来赚聘金，代志敢有这尼啊简单？
阿爸，这是最后一届哦，以后就是这个叫哦。知啦知啦知啦。你是唔通好骗啦，我真笑。嗯，袂啦，我相信伊袂甲我害啦。行，咱赶紧变来咧，赚聘金，大大条的，嘿嘿。哈哈哈！啊，头家娘，这卖什么情形啊？咱连半只虾卡拢无。今仔日清场无对外营业，我专工咧等你这位贵客。无唔对啦，你唔通袂记哩，我是风水师啦，卜卦嘛足厉害，我咧屈指一算，我就知影你今仔日会来阮交情啦。你搁想要赢大赌的，啊！不过，唔知你敢博唔敢博？你今仔赚这块钱，你要跟我算大赌的？有看无？阮头家娘准备这侪钱要跟你输赢。嗯啊，莫这么浪费时间啊！我看，你将恁查某囝的卖身契约签签的，今仔日你若赢，单顶你看到的钱，你会使全部提走。啊，不过你若是输，恁查某囝就留在我这家。好。袂用的啊，阮袂得冒险啦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我败啦。规定，这摆咱阮赢的嘛，咱有秘密武器啦，免惊伊啊。好，麦搞，行，来等。哎呦，迄跋筊、迄跋架用这秘密武器哦，哈哈哈！前辈啊，我看你无迄个叫相。相讲的啊，出发啦，甲请队。人讲跋筊师傅无苦通称呢。前辈啊，就是讲有冤魂的金刀人来斗三工，一声稳赢的，所以连查某囝嘛甲跌落去啊！受资金真正我都替赢叫呢。阿妈，放心啦，你输啦。前辈啊，我先来，失败啦！一点，奶奶咱剩十八，可一时会当赢啊！华丽。原来你的秘密武器就是石头，哎呦，我足惊，嫌俺叫你肯定。原来金头王叫唐华贵，站出来！阿爸，哪里是安怎？是吧？你放心，
我一定会给你赢回来。头家娘，我用这个手跟你拼。好，今天若是你赢，是把你吵走；，啊，不过若是你输，我把你的手留在这。阿洛，不赢啊！阿洛，唔通啦！你别跟头家娘拼，你不可能赢伊的啦。头大，你别再讲啊！是我啦，是因为我才消灭新客哦。我是不可能目睭金金看出代志。你是我兄弟呢，我袂当目睭金金看你用毒手啊！好啦，你即嘛是神经拍架哦！你是我饲的狗呢，你什么时阵甲阿龙阿感情变甲这尼好？我警告，这无你讲话的资格，你别想甲伊出去！头大。见到阿妈就是你话去的，这些清白连查某囡嘛输不起啊！这土豆不忍心看阿弟兄弟要用长下长手，怎来讲出了家己的身份呢？头大，原来见到阿妈就是你话去的。换来西换话唔正经，啊！拜托的，你们碗会使包完才碗无？是要包啥？手里要咩来着？干啥？赶过来！哎，什么？阿老，你干嘛去？阿爸，你干嘛去？拜爸，拜爸，老给你，你阿爸会甲伊两个爸死啦！我会带阿老哦，走啊！希望袂阁回来吃啦！这只狗怎尼唔听话，连伊妈拍死！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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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紧走，你紧走，拍死啦！是吧？我来救你。阿爸，阿爸！你紧走，小妹，来紧走，阿婆要攻击。是吧？阿爸。真正不知影，头家娘叫我换走金斗红啊，是为着要掠走失败，还阁要倒断你的手。我若是知影，甲我拍死，我嘛绝对袂安尼做。我对不起你。啊，好啦好啦。先莫讲遮个啦，我知影你一定有你的苦衷呀。好啊啦，讲到最也无效啦。刘大爷，你金刀翁啊到底藏伫个倒位哦？你赶紧的还我，我想些办法咯，把阮叔伯来救回来啦。金刀翁啊，我早告头家娘啊，我嘛唔知藏伫底，我是想藏。咱最后一步吼，乌有去，阮这个失败嘞，一定叫林奇死的啦。老爹，你请。老爹娘，这都是帮助阿罗的金刀翁啊，我今嘛吼，甲收好起来。留在咱的身躯边，以后好好啊利用。真是嘞，那呢？你去命令继续阿罗的代志处理掉，我实在不爱再拖落去啊啦。是。天青青，地灵灵，五方众灵天母灵，速速到大城，哼，积极处理。你是秀珠，你是你
是大夫人，大夫人，啊，你来变到这大苦，无怪我认不出你。大夫人，你别去伤害阿罗啊啦，去伤害阿罗啊，那是你别管的。你敢知影？25年前，老爷过身时，伊竟然将所有的财产，拢要过予你生来迄个囡仔。我真是大夫人呢，敢若因为我未生，伊就这么绝情，拢无想过我以后是要安怎过生活。你在外地，敢有亲戚朋友？总之，伊阿家送出去，我也是要一笔钱。原来阿龙啊，是我亲生后生。你不是早就知影，啊，无你哪会出来来找我报仇？我唔知，啊，不过大夫人，你也是将阿罗啊抢养大汉，将来伊的财产嘛，同款是你的啊。啊，亲生的就无一定有效啊，佮何况伊唔是我生的。大皮仔，我要林秀珠魂飞魄散。是。大夫人，我绝对袂让你达成目的。人讲大水搬残花，虽然唔呐霸占国家一切，还阿罗流浪在外，如今一连受罪分别也要个害。人讲受罪在魂飞魄散，才能完成人家的心愿呢。明仔在同一个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，同机到万金竞赛。早期医药不发达，信徒救药签是真普遍。都要有信徒在大南部洪林江救药签，签师竟然讲都要用心来换。登山了有一个，一个算冤家富家一方啊，哦，啊伊老来得子啊，啊煞大陆遐哦传来哦，讲因囝无心脏无救安尼啦，啊求地方就一支药签啦，良药在心头啦，救心哦即安之啦安尼。到尾阵想着讲，暗着一定爱奉献我的心，过当讲呢哦，来庙遮无哦，七百大爷心恶在讲哦，希望地方爷哦救因后生一命安尼啦。地方无哦，尴尬发现无讲哦。哎呀，卡安尼，规个代志都唔对呀！因就卡三遍落去地府，吼含阎王安尼催敲。原来这个签是心灵签，就是希望阮哥会当将生死看开，想要到异国别个会。后来帝王爷国家阎王改生死簿，才有囡仔活落来。我全无准备，会来拄着你，刻苦。过去